不错哦，果实个个饱满，大丰收啊。唉，忙了一年终于可以放松一下，不用卖力吸收营养了。哎，采收后树体可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你得先做好月子才行。笑话，还没听过葡萄树做月子的。你消耗了这么多养分，来吃点月子肥养养树体。拿走拿走，果实都没了，用不着补营养了。哎，你这月子没做好，要落下月子病的，抗病能力也会下降的。你别管我了，都说了不坐月子，你咋好坏不分呢？行行行，看你明年咋办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呀，完全使不上力呀，这可咋办呀？之前就告诉过你，采收后要及时补充月子肥，这下傻了吧？一说这豆老，这豆可香了。都是你小子害我食物中毒，这么大人了豆角都煮不熟，居然还赖上我了。谁能想到你这家伙生的没毒，熟的也没毒，半生不熟的居然有毒。你不会吐傻了吧？谁告诉你生豆角没毒的？去去去，我看网上那些东南亚吃播都在吃生豆角啊，难道他们都是超级赛亚人？想什么呢，那是因为人家吃的是长江豆。都是豆角能有啥区别啊？当然不一样啊，豆角引起中毒的物质主要是皂苷和凝激素，像豇豆、荷兰豆还有蚕豆都属于皂苷和凝激素含量较低的品种，而你们经常吃的四季豆、油豆角和扁豆就不同啦。这些品种的豆角要是不煮熟就吃，肯定都和你一个下场。别打了，谁那么缺德啊？完了完了，这下要被吃掉了。嘿嘿，别紧张嘛，我现在还不会吃你的。新鲜现摘的不吃，难道等我力老珠黄？你放我出去！要吃就吃，把我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？刚下树的板栗里面全是淀粉，光面不甜，有啥好吃的？还是等你完成了进化我再来吧。哎呀，板栗果然还是打冷上糖后的才好吃啊！我的生日愿望是有宣不完的饭。大哥你看，神仙真灵哎。不对劲呢，我咋觉得这是陆地上那群猴子设的陷阱？这是深海，那群猴子咋可能祸害到这？你不炫我炫。大哥我咋浑身难受呢？怕不是那条鱼有毒吧？笨蛋，咱们刚在深海，突然跑到浅海，压强急剧减小，鱼钓适应不过来，可不就要爆炸了吗？那咋办？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没救了，趁你还没咽气，不如便宜兄弟。带鱼真有灵性啊，看到好朋友被掳走，居然舍身想把朋友拽回来。饿了好几天了，咋还没有食物上钩呢？大王叫我来巡山喽，走半天把我给累坏了，没见到一点吃的，这逼班是一点不想上了。哦，你快闻，前面有好香的蜜汁啊。哇，真的好香啊，我们赶紧去吃。你这怪物，你把我兄弟怎么了？还我兄弟。哎呦，你兄弟喝着我的甜蜜汁水已经乐不思蜀了呢。兄弟你等等，我来救你。老弟你别来了，他的蜜汁有麻醉作用，我现在有点神志不清了。他这瓶口比猛虎还丝滑，我怕你也站不稳呢。发动攻击。想不到你个植物竟然吃肉。起猛了，撞到克苏鲁了。你笨蛋，我是大王乌贼，只是换了个皮肤。大王乌贼，那不是我抹香鲸最爱嗦的海中辣条吗？最近真是奇了怪了，咋这么多长得歪瓜裂枣的动物啊？上面的又当甩手掌柜呀、啊！你看这堆了多少垃圾了。你才是垃圾，我可是大名鼎鼎的龙涎香的前身。哎呦去，信里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啊，还是弄些分泌物送瘟神吧。哼，曾经的我你爱答不理，以后的我你高攀不起。 Much much later。
这不是龙涎香吗？听说一克堪比黄金，我发达了。哼，摘香蕉就摘香蕉嘛，干嘛把香蕉树砍断？居然还在砍，这简直属于过河拆桥，见利忘义，卸磨杀驴。你在说啥？没说啥。你咋像个键盘侠？香蕉的生长期结束了，我不砍掉干嘛？你直接砍断了，还让我们怎么生长呀？你们香蕉树其实不是树，而是一棵巨大的草。果实成熟后，这一年的生长期就结束了。我不砍你们会自然枯萎，相反，我砍掉才能让你更好的继续生长呀。只需6-7个月就可以长成一棵新的香蕉树。原来我们是草本植物啊！我是真八角，你是假八角，你有毒，你才有毒，我才是真八角。啊！都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的，多伤和气呀！谁跟假货是一家人？我是八角，炖汤神器，他是假八角，学名芒草，能带你去见阎王。可为师看你俩长得差不多，怎么分辨真假？八角有6-10个角，最常见的是8个角。而芒草最少有10个角，你数一下不就清楚了？可它也有10个角，也可能是8角。我的样子圆润饱满，果实外露，芒草则干干巴巴的，把我含在嘴里有股浓郁的香料味，芒草则又酸又麻，压根没有提香的作用。原来你是个妖怪，想害我，走你！悟空此生分明了。请不要离我太远，害怕黑夜的寂寞。起猛了，看到杀马特火龙果了。不懂就别乱说，没品的东西。小年轻学什么不好，看我不修理你。修理就修理，你咋还打击报复呢？好恶毒啊。我这是给你掐尖弯枝，好促进开花结果啊。这个老枝条结过4-5次果，不会再结果了，该退休了。这才是火龙果该有的样子嘛。不用谢了。呸，害得我都泯然众人了，我才不谢你。没完了是吧？这么多果子，你拿什么营养养活他们？只结一个好，知道不？只剩咱爷几个相依为命了，我可得好好照顾你们。火龙果这么休闲，长出来的果子果然又大又红又甜啊。哎，现在的小年轻怎么都躺平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奋斗。关你什么事？嘿，还真就关我的事了。你不发芽，我那些花盆和肥料岂不是白买了？我又不是大蒜，你怎么扒人衣服呢？不把壳扒掉，你怎么发芽？这么冷的天，不怕冻死我？你可别瞎说，谁叫你是常温球，不是5度球？必须得靠1个月左右的低温春化，才能促进生长开花。好好干，以后奖励少不了你的。总算熬出头了。不错嘛，春化得很成功嘛，都发芽了。这冰箱动一动的方法果然能让郁金香完成春化，快速开花。